大家早安，欢迎来到巨鹏讲义，学易经，创意过生活。今天启动正向能量的好卦是离为火卦。离为火卦的吉时是从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3点，一直到隔天的中午12点到下午3点，也就是一整天都好的意思。那立方、南方、贵人、中女，幸运色是红色，吉祥物是地质或孔雀，也就是美丽的鸟。那五官目眼睛，代表要多看的意思。那卦性为丽，美丽的意思，或是依附的意思。所以整个离为火卦的行动准则是，只要内在依附热情如火，外在依附目标明确，自然就会有好事情发生。离为火卦的正向关键词是热情活力。离为火，上下都是火，一火接一火，自然照亮四方，就像奥运圣火一样，一届传一届，整个奥运精神，团结、和平、友谊与进步，就会不断的传遍世界五大洲，一代传一代。而奥运的各种运动比赛所追求的就是更快、更高、更强的三个基本目标。所以离为火卦给我们的启发就是，生活需要热情，激发生命活力，人生需要目标，引导生命动力。每一个运动员就是因为有了比赛的目标，所以每天都充满了活力和生命动力。那人生也是一样，只要真心的找到自己想要的目标，就会充满热情活力跟生命的动力。所以在人生的八大领域中，可以经由人际关系这个领域的经营，来找到频率相同的朋友，一起来实现各种如健康、学习、事业、心灵跟休闲的各领域的目标计划。那有人一起做，一起分享，生命就更充满了热情活力，人生的各个领域也能够均衡的发展。所以离为火卦的创意练习行动中，下卦的离为火，火的性质代表融合，所以代表人际的领域。那上卦的离为火，五官代表目，要多看的意思。因此创意行动的思考方向就是人际的目，也就是人际的眼睛。所以离为火卦的创意生活提案就是，看看工作上快乐的人是如何快乐的工作。我一直相信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很正向积极，对生活充满热情活力的，只不过有一些人的生活圈可能找不到可以互相学习、互相激励热情活力的对象或目标。所以几年前看到国内骑单车跑马拉松的热潮逐渐兴起，因此就想说可以透过每天的早安卜好卦，再结合各种的100天计划，开始刻意练习像跑步、骑单车的这些活动。那每天刻意的在脸书上 po 这些跑步或骑单车到不同地方的快乐生活照，除了让自己每天充满热情活力外，也希望能够影响脸书上的朋友们，也能够跨出第一步，开始用热情活力来过好每一天。那相信这几年下来，自己执行了将近50个100天计划，应该也有影响到一些人，也开始认真的过好每一天，然后开始认真的经营动态均衡圆满的幸福人生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巨鹏讲义学易经创意过生活就到这边，感恩。